这么一个段子，然后咱们下面就说一说这个思路啊。首先说这个男孩子跟介绍人有血缘关系啊，而且是大眼睛，人又倔，有个性，头脑聪明，吃皇粮有公职，择偶标准又太高啊。这是怎么看的呢？咱们刚才说六合宫代表媒人，介绍人，这个六合在坎宫，坎宫的地盘落着戊，正是男孩的年命。戊土是男孩的年命，而且坎代表流动的血液，所以就断这个男孩跟这个女的介绍人有血缘关系，是亲属，是亲戚。但是男孩的天盘落在离，离九宫带着天蓬星，咱们是不是以前讲过天蓬星代表什么大眼睛啊？而且离是丁火，丁火也代表眼睛，所以两个信息锁定为大眼睛。死门就代表人比较倔，认死理儿，有个性太强。因为是卯月呀，卯月天蓬星水生这个木，星生星旺，对吧？所以天蓬星很旺，天蓬星旺，这就是头，所以代表头脑聪明。离宫的这是戊加乙，乙呢是这一年的太岁的天干，戊呢又代表钱财的符号信号，组合起来你看这就有吃皇粮有公职。另外这个乙呢，咱们刚才讲看婚姻是不是看乙庚呀，乙是七星啊，庚是夫星官星，那么这儿这个乙呢，七星又临这个太岁，而且又是九天，所以断这个他对这个七要求太高，九天就是高嘛，高高在上，多高的呀，天呀啊，一般女孩看不上。哎，这是第一个信息。第二个信息呢，断这个属羊的这个女孩有点男孩子性格，工作也不错，也是有公职吃皇粮，而且能歌善舞，人也好胜霸道。什么思路呢？看女孩的年命几位。几位呢，首先看天盘己土的落宫，有天瑞星落在艮宫，艮宫原本就是指使门的生门，地盘的己落在坤二宫，和天盘的直符同宫了。凡是年命临直符或者指使的，都是吃皇粮有公职的信息。这个女孩年命的己呢，带天瑞星落在艮宫，临伤门，地盘又有丙，艮咱们说了是少男，这伤门是原来是正宫呀，是长男吧，又是长男又是少男，这女孩子落在这个宫里了。丙又是这种丙火，食甘之罪，代表威严，对吧？天威属于，所以说判断这个女孩有男孩性格。另外从这个日柱的壬辰干支来看，这个申子辰马在寅，也在艮宫，艮宫又落着伤门，马又是马，马就是动，伤门原属震呀，也是动，己这不是口吗？能唱能跳，动就是跳。另外伤门呀什么的，震也代表打雷吧，有霸道的信息，也是争强好胜的信息。第三段，这女孩脸的右侧有黑痣，口才好，善变，社交能力强。大家看这个坤二宫临直符吧，直符就代表头呀脸呀，头部面部。那么这个坤宫地盘上就落着女孩的这个年命己，年命的地支位也是这宫，你看己位嘛，己位都在这一宫啊，坤宫，所以这个宫里含这个女孩的信息量就比较大。那么另外戊是鼻子，己是脸面，这就是类象啊，戊是鼻子，己是面部。这个坤宫上面有天琴星天人星两个星，天人星是从艮宫飞过来的，代表艮卦，艮就是山或者是包，对吧，凸起的，所以断他脸上啊，因为临己嘛，有鼓起的一个包。那坤宫本身原星是二黑星呀，天瑞星二黑星，所以是个黑包，所以断他脸上有个黑痣。另外这个宫里又有荆门，暗干就是丁呀，从这儿过去的，所以是带着丁的暗干。另外荆对对就主说啊，另外这个丁也是朱雀，也是说，所以断他口才好，能言善辩。另外大家看这个月，正好是个月柱，也落的是己。月干月柱代表什么？是不是代表环境宫呀啊，朋友呀，社交呀，这种信息，所以说他社交能力强啊，是这么结合的断出来的啊。另外断这对年轻人相互见面之后呢，男孩子喜欢女孩子，但女孩呢
从心里是没看好这个男孩。这个怎么看呢？庚落宫是个金，女孩落宫是个水，金生水代表男孩子喜欢女孩子，对吧？那么从年命上，戊落宫是个火，己落宫是个土，也是这个宫生这个宫，火生土，也代表男孩子喜欢这女孩子。然后女孩看这个，虽然跟他没有冲克，这个没有冲克吧，但是要看星呀。女孩是个天瑞星，落在艮宫了，但是九星代表人的心理的状态呀，代表人的思想呀。九星从外观来看，离宫生艮宫，但女孩年命挤的这个天瑞星，这是土星吧？男孩临的是天蓬星，是不是水星呀？是不是土星克水星？说明这个女孩心里头思想上不太看好这男的，不同意，不喜欢这男孩。又从日柱干支的人辰来看，五位逢空，是不是男孩女孩这两个宫都落空了？所以最终他俩成不了。